你要怎樣呢？首先我就要有個腳架放我相機來到拍 video， 跟住呢我就有這個 ring light， 就是整到個面光的。另外呢就有一個譜架，這個是放那些歌詞啊那些東西的。這個最主力啦，就是個麥啦，這個牌子叫 Warm， 看不到個位置 Warm， W-A-R-M Warm， 跟住有這個啦 Pop Filter 啦，跟住這個 Mic Stand， 這個 Mic Stand， 跟住呢我給了一個link你，買了很多這些塊塊，這些東西好像是一尺乘一尺這樣的，這些東西我買了48塊一個 order，買了96塊，我就連了這埲牆，加上這埲牆兩面牆，跟住呢這個麥呢就要駁住一個叫做 interface 的東西，這個就是 interface 這個牌子，這個 interface 呢就是駁住這邊，跟住另外個 output 呢就是 output 去 USB-C， 就插住個 laptop， Apple laptop 插住它。跟住另外咧，呢個 interface 咧，你要聽翻自己啲音樂啊嘛，你唔想啲音樂 pick up 喺個麥度 pick up 啊嘛，個麥淨係 pick up 你嘅聲噶嘛，所以你要插住呢度嚟聽啲音樂，聽住嚟到一字聽一字唱，跟住有眼燈啦，跟住開眼燈，呢個眼燈睇住睇啲嘢咯，跟住另外個頂咧，因為啲聲驚 bounce back 啊嘛，個頂又擺一塊，買一塊好似煎類似煎咁嘅嘢，咁樣。就咁勾住啫嘛，四個角勾住，跟住其實中間咧，我呢度可以整，可以釘眼釘嚟到整高佢，等我唔使咁突嘅嚇。另外跟住我要整扮成一個可以閂得埋嘅，閂得埋嘅簾啦，等嗰啲聲唔會出嘈出出邊啦。我就要買一條呢啲咁嘅巴，就係頂住兩埲牆，跟住買一條買呢個 curtain 嚇，落地 curtain。呢啲係防聲嘅，呢啲 curtain 佢有寫明係 soundproof 嘅，就咁多啦 ，OK。